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慢生活。看看，现在春天了，南加州居然在下雪。哇，还下得挺大呢，还伴随着春雷。这个天好怪哟，春雪伴随着雷鸣，这是什么天气？这是雪子，不是雪花。好像下下来就化了。现在变成雨了。还是雪，你看一粒一粒的。雨加雪。哦，好冷哦，哈哈。很难得呀，很少看到这种下雪的时候。啊。下大了，你看，啊，好多鞋子，哇，挺大的，不敢出去，只能在家里隔着窗户赏雪，哈哈。冷风吹，刚才听到雷鸣，啊，太冷了，我要把窗户关起来了。记录一下吧，这也是难得的景象，也算是生活点滴的记录。今天是2023年的2月23日，南加州在下雪。好吧，记录一下这种天象。也不知道预示着什么，反正每天的生活有一些特别的，就记录下来，作为一种记录或者是纪念吧。也是生活轨迹。现在没有听到打雷了，嗯，好冷哦。春夏秋冬，感觉有点乱，哈哈，春寒料峭。哇，又听到一点雷鸣。好了，就记录到这里吧。春雨、春雪、春雷，都加在一起了，做一个记录，保存起来，以后作为回忆也可以。慢慢的去品读，
谢谢。